你干嘛做这个怪动作？帮他顺便拍一张照。好啊好啊。我本来想煮一个叫化学肥料香槟，还不错啊。以前有一个台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他跟那个有一个俄罗斯的名模，还有一个不知道哪里人，然后就组成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团叫 D Breeze 这样子。那他们有一首很红的那种 disco 那种。嗯，好，讲完。奇克喜欢的风格就很多人的风格。You in a day， 世人的心啊，怀才不遇的心啊，一次又一次的考验，梦梦梦梦梦出自然间，渐渐渐，自然间，上了一点感觉，多了一份安全，温柔又体贴，渐渐渐，自然间，早晚看见笑容扬起来，梦想停。成品里面喝汤啊？成品不能吃东西吗？好像是不行哦。有吗？因为我偷喝的。Ricky 却大拉拉来这里喝汤。成功，所以你是这样子在对观众说话的？对，因为我是蚌壳，我的脸是蚌壳。哦，蚌壳。那今天唱得开心吗？半开心。那现在肚子饿吗？半饿。那半成品呢？半另一个半成品。